也许你对于自己非常不满意，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天才，又没有显著恩赐，又没有特别技能。虽然你的生活很平庸，日子平淡无味，然而你仍旧可以活出一个伟大的非常的生命来。施洗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是主耶稣赞许他说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约翰唯一的职务是为光做见证，这件事是你我都能做得到的。约翰的目的，只要有人需要基督，他自己只做一个声音就满足了。你我也该如此，甘愿只做一个声音，只能被听见，不能被看见。甘愿只做一面镜子，因反射日光的荣耀，以致镜面被隐蔽。甘愿只做黎明的微风，早晨起来报告，白日将至，白日将至，一会儿就隐去。做主的工作也是如此。或许你所做的是一件最普通、最微小的事情，没有人注意你。可是，这正是主所委派你的工作。如果你生活在性情不相投的人中间，你就当用爱心去战胜他们。也许不知不觉间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，我们已经做了很美的工作，撒种、涌水泉，令人对基督有正当的认识。虽然没有广告替我们鼓吹，没有纪念碑为我们设立，然而我的心已经满足。如果有人，只有一个人也不妨，能说他一件神迹没有行过，但是因着他见证的声音，我们就亲自认识主了。天父，许多你最宝贵的工人，都是从平庸的人群里呼召出来的。我们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。